對於近日警方向公眾和傳媒發布案件資料的時候有延遲之嫌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說非常關注事件，並研究作出改善，希望在私隱和保障市民生命財產方面取得平衡。他又說會從多方面考慮，在接到案件進行調查的時候考慮個人私隱，將犯罪者繩之以法，以及公眾安全是否有凌駕性等等。警方現在正就新聞發布進行研究，並考慮能否在各方面取得平衡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。